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方网的书法节目每日一题每日一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蕴章教授。田老师您好。在上期节目当中跟您共同探讨了有关证书展的话题，那这次节目当中呢，我还是拿来了这本全国第三届证书大展的作品集，其中有这样的一个作品，您看一下这幅作品啊。这幅作品呢，它已经获奖了，您能不能就这幅作品再给大家点评一下？你颤完之后让我来颤，我明白你的用意，就是说你觉得对这样的作品不可理解。嗯，我有一点质疑。就质疑，就是觉得它不够工整啊，不够规范。嗯，实际上这样的字迹呀、啊，它不能叫做楷书，嗯，也不能叫做什么证书。它是什么啊？这就是一种在很早年，我在小时候有人对这种字体就叫自由体儿、自由体自由体儿，就随便一写啊、无所宗法，也不知学习的谁，即使他说学过谁、学过谁、学过哪本古碑帖，但是你也找不着，也对不上号啊。再问下去，今天的人就说我是又创新又发展了，所以因此呢，这是打不完的一个官司，永远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说，这篇字无关好坏，我还是上一集所讲的那个，我与作者无恩无怨，素不相识，我没有必要去对他进行啊过多的贬低或者对他更多的批评。我们这个讲座当中不针对啊这个某一个人的作品横加指责，不存在这个问题当中。现在，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个善意的批评在内，但是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说，好坏不说。只是告诉你，他不应该算证书，他更不应该在证书展当中获奖。问题不在于他，而在于评委。评委错误的判断，导致他在证书展当中位置摆的不对，这错误不在他。您说到评委的问题啊，我再给您看一部作品，这是全国第一届证书大展的作品集，其中有一个特邀作品集的这样选。您看一下，在这几幅作品当中，您觉得他写的怎么样？你给我看的这个特邀作品呢、我告诉你，这些特邀作品的作者，多数就是证书展的那些评委。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特邀作品啊。你看这是证书吗？这当然不是证书，这是兴书啊。我们不管是谁写的啊。放在证书展里边，应该尽量的以证书。你是特邀作品吗？你既然成为作品，你不是一般的题字，你就特别应该拿出证书来面对大家啊。但是这篇在证书展的特邀作品当中，它不是证书，已经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它是行书范围的，甚至里边都有很多草字，这张字严格的讲不能算作是楷书。我们不管是谁写，他不能算作楷书。这两幅作品严格的讲也不能算证书，虽然右边写的是隶书，左边写的是楷书啊，但是都并不工整啊。所以我们说呢，对于楷书的要求，特别是你是特邀作品，你起典范作用，或者说你是评委，你应该拿出最规范的来，最模范的东西给我们看。如果你写出来就不正，整个上边差之分毫，下边就谬之千里，会有很多人去跟风去模仿。对了，因为你本身你就不是这样写的，那么下边一定是越来越混乱的啊。那么这是能看到的。再大家看看左边这张作品啊，左边这张作品也是这样，基本上算不上是证书啊，算不上证书。所以这样的字啊，非常自由的啊，自由而且是没有秩序的，这样的楷书我们说只能是勉强的。如果作为一种楷模，作为一种大家的典范去向大家展示，我说只能表示遗憾。我与作者还是那话，无冤无仇，没有恩怨在内，
只是我说你的字写的好与坏放在其次，你放在证书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起表率作用的作品，作为你是个评委，你是不称职的，你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你是不具备有证书水平的一位评委。大家看这篇作品，这本身就基本是行楷，行书到楷书的过渡当中，它不属于证书的范围，因此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存在在这里的啊。你看这篇字啊，这篇字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楷书，因此它就作为一种表率特邀作品，而且是评委的典范作用拿来让我们看，我们只能表示遗憾。至于他写的好与不好，我们放在其次不说，就说用证书这两个字来要求你，因为你是特邀的证书作品，是典范，那么这就坑，根本就不及格，因为你写的不是证书了。所以我们还是说，不管你水平高与低，你在证书展当中当作特邀作品，这就是不好的。好了，我们不再举更多的例子向大家说，我们告诉给大家，现在在这种全国性的大展当中，证书展当中对评委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在全国的这些个评委当中，用证书二字要求他们，特别是直接说楷书、真书，就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这个概念来要求他们，我可以这样武断地说，他们当中连20%的人都不能算作及格线之内。那么简单说，就是20%的人不到，及格者都不到20%，这么句话。所以我说楷书非常的难呐、啊，我总是说楷法无期啊。我们把这几个字写一下，能够希望引起来同道的关注啊。楷法无期，你写到楷书的时候，你谁都骗不了，连老百姓你也骗不了，你好就是好，你不好就是不好。拿楷书一较真儿，这些评委们，我看他们马上就捉襟见肘，图穷匕现。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楷书底子非常的薄弱，能够写的不错的楷书帮写的不错的仅2-3字矣。可是这样的人却在评审和评审着其他人的作品。对，可是就是这些个人，他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他们呢误导了一大批人的书风啊。因为他们写不好楷书，但是他们又做楷书评委，于是把那些是近似他们的那种风格的所谓的楷书都拿来获奖入选。真正公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公楷，但我只写这两个字已经不也是也不是公楷，属于行楷范围的，就真正的公楷，这些人几乎做到者甚少，所以他们做不到，他们也不要求这些个入选作者们做到，因为这些作者们真的做到了，也不对他们的胃口，倒更显得他们无能，在心理上他们是有障碍的。我再重复一遍，在心理上他们是有障碍。他们大多数人在评选楷书的时候，他们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自己糊里糊涂的想让别人弄明白，这不是在说梦话吗？因此我们在强调对青年朋友们说，
你们不要把评委的意见看作圣旨，你们把评委的意见拿来之后说他们再说不好，你说不好有什么用？你当不上评委，你是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我告诉大家，你这么认为是幼稚的，我讲的是实际情况，一定你要去真正在楷书上入手，容等你把楷字写好了，你也许知道我今天讲的是对的。田老师，今天在每日一字节目当中，您将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能字，啊，能就是能为的能，才能的能，啊，写写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个常用字，啊，给大家看一看楷书的写法。大家看看这个能字，这个能字啊是一个规范字啊，这么写。它的笔顺的问题呢，主要看一看右方的笔顺是这样，先写一短横，再写这个横，这个竖折这一笔是这样啊，注意这个。有的朋友写说呢，经常写这个，说有多大关系嘛？像这个地方不太重要，啊，不太重要。但是呢，养成习惯之后呢，这写其他的字的时候呢，会带来某种影响。啊，这是这个能字。再写一遍给大家看一看。啊，注意这种起笔是方笔起笔。回锋这一笔向回挑的这一笔也应该是见方，这是见方的，这是见方的啊，点儿，这都有一定方笔作用。啊，这个能字啊，在古代书法家里经常写是这样写。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写法，但是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个规范字，先把上面这个规范字告诉大家怎么写之后，然后像这些字的写法问题，关于写法问题不同，我们再一一的向大家介绍。但是呢，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写法，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写法都向大家介绍。但是主要的几种写法要告诉大家啊，那么这两种写法就是规范以后是第一种写法，那么后来碑帖当中所经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字啊。在楷书当中注意到有几个方笔起笔，注意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地方啊，注意这个地方，这都是转折处和起笔处都要方笔起笔啊，因此在楷书当中呢是需要以方笔为主，我们见到这种字一定要是方圆结实当中以方笔为主，这就是屡次向大家说的欧体楷书和其他的楷书都应该以方笔为主，方笔为主才能表现这个字的骨架和它的肩架结构当中那种挺美那种效果啊，见棱见角，如果不见棱见角，显得的字就显得比较缠绵文弱，或者是显得不扎实。为什么我们开始学这个楷书不让大家学赵孟頫呢？就是赵孟頫圆笔多了一点，好不好也好，但若开始就学它，就容易造成这个多肉少骨的现象。但赵孟頫没有这个毛病，但是你学不好就容易走向那个斜坡，因此开始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学颜体字、柳体字、欧体字，都。
都不会有这种啊这个弊端，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写这个楷书时候要注意方笔的使用。再写一遍这个能字给大家看一看，左右结构当中基本是两平，左右结构基本是两平，从结构来看，注意结构看基本是两平，基本上是两平，绝对嘛不一定绝对，但是大致如此，是这样。这是能字的这个楷书的写法。我们现在写一写关于能字的行书的写法啊。行书当中像我们所说的，大家注意看我们写的这个规范的这个能字，像这样写，右边啊这么一横一个转折，一横一转折，这种写法在行书当中，在古人那里几乎不见，不见这种写法，所以都是我们写的第二种写法的快写。大家看一看，是这样啊。再写一遍，慢一点，大家看。这是一种写法，还有第二种写法吗？能常见到古人怎样写，还有这样写，大同小异，右边是一样的，左边先写这一撇儿，再这样写。这不同在哪儿呢？大家注意看，这边是一样的，第一种写法是这样，十笔又一笔起来，这样过来的。第二种写法呢，是写到这儿，注意这笔虚着过来，是撇了一下又挑起来，这样过来的。我们把它单一的写，大家看得出来，右边第一种写法是这样的，第二种写法是这样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但这些个啊无关大的问题啊，没有关系，怎么写都对，这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所以写好这个能字，楷书有了一定基础，行书这个圆笔增多，优思引带增加，那么就很快成行书的一种味道。再写一遍这个行书能字，给大家看一看。开始的时候注意上面要大，这块要大，注意这块要大，下面前底下要小，然后拐过来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如果上面写的很小，上面写的很小，底下写很大，这个字形就很难看啊，一定要把上面放出来，这是写好能字的一个要领啊，注意这一点。我们下边呢写一写草书的这个能字，草书这个才能的能字呢，还是不通俗的，一般不熟悉这个草书的朋友很难辨知这是个能字，有一定草书基础的当然对这个字是常见字，很快就能辨认出来。啊，这就是草书的能字啊。这再写一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法，草书有草书的笔法，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说在写楷书的时候啊，属于是全控制。所谓全控制，就支笔相对的要紧，啊，对笔的把控相对要低。所谓低，大家看看支笔，在写楷书时候，尽量往下支笔，大约无名指到笔头一寸左右。那么在写起来的时候，这手的执笔的这个力度也加强，紧紧地控制这个笔，必须完全听自己使用。如果这个笔随时要晃，要是含糊，
那么楷书就写不好，就是完全在自己把控当中，对笔掌握是丝毫不能放松的。我们指这个不能放松，并不是说始终在100%按照这个用力量，不是这个概念，指的100%的控制，就是说完全要听自己的使用，你是松一点也好，紧也好，紧一点也好，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但是到了行书呢，相对的支笔就高了一点，至于高多少，可能根据习惯不同，大家在适当的灵活掌握，但是在支笔当中相对的放松了一点。比如写行书时啊，相对放松了一点，不像楷书那么样的这个紧张和把握的更严格一些。到草书阶段的时候就更加放松啊，支笔呢相对的更高一点。写到这么大的草书的时候，应该要求必须旋肘，不旋肘就影响了你的这个笔尖和笔杆的挥运啊。写这么大字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家看一看啊，这才能够挥运自如。这是我们指的通常这种草书。大家还见到有一种草书带有章草味道，章草啊也叫古草啊，章草味道的，就是右边搞一个坡折啊，这样带有章草味道的。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这次讲座的系列当中的内容，所以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向大家介绍章草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技巧。现在我们所介绍的主要是金草，跟章草相对应的叫金草。所谓金草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直流传到现在二王书体的这种草书的字体。所以希望大家呢对这两种草书的写法和章法等等结构的特点的不同要分得清楚啊。我们现在讲的前面这些草书的写法就是金草。所谓金草主要是从汉代的张芝开始创立金草，到王羲之和王献之把它发扬光大，以致成为草这个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帖学当中的一种最常见的书体，也是书法家们必须擅长和精通的。因此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出一个结论，在古代的书法家当中啊，特别是从二王时期东晋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凡是成名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楷书也好，行书也好，草书也好的人。尽管这三种书体他们各有侧重，有的人更长于楷书，有的人更善于行书，有的人更精于草书，但是都是这三者当中兼精兼通，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位书法家说我只能写草书不会写楷书，或者只会写楷书不会写行书，没有这样的人。因此现代我们一些中青年书法家特别要注意在这三个方面同时并举，将来再看你的天赋和造化在侧重哪一方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可偏食。